那我剥娃儿，你也可以剥啊个。来，来了，走电视买的实惠哦。看到弄大天，电视就弄大。电视就弄大噻。我的天，你好多钱买的吗？5000多，低点儿的。我带单儿拿的啊，带直接拿的啊。直接带电子去拿的啊。嗯。啊。门关要轻一点。来，帮着我抬一会儿。耶，老子。耶，我要说电视薄溜溜的一块儿，怕轻得很。他一在楼梯间儿等着你们呢，帮你们抬。啊，放了放了，受不了了，弄我口罩。他一在就帮忙来了。啊，口罩这里，啊，这里两个，怎么？我来了。哎呦。怎么？别动，别动！你不要靠婆娘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这等到你了，我出来。没事。嗨。卡过了。哥，我在卡啥子？嘿，这。别这儿，别这儿。再朝里面抬这儿了的，再朝楼梯间外向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哎，还是干得厉害。耶。天，买弄种人还不好拿的。比一下，大了不？别慌了，大了不？看。感觉跟座墙一样宽的了。放的不管。大脸又大。拆开可能要小点儿。大脸又大很了，小脸小很了。要得要，楼上，楼上整个人安静。再过来嘛，打开看。看一下，确定，是可以的，用得来安静了。啊，安装师傅在后头啊。哦，要得好。哎。你们先等一等，娃儿哭得很，我下去了。你去嘛。好好好。确实有点大。要不你丢嘛，丢了不要打。再来试一试哈。高点低。来了。屏幕没问题的，你看着嘛。屏幕没问题的。嗯。要得。电视机还多好呢。嗯，要得。晚上他看的都很清楚的，你是也。那还有线出来的。啊，行嘛，现在就开到了。哦，这个声音还是可以，够用了。你看那个还，那跟我说还有一款音响效果还要好的。那款要好点儿，这款都不皮了，这款都可以。那款要贵一些，然后我就差不多。啊，买这款就可以了。就等到他们来安了，没问题的，帅哥。啊，我们两个人抬不抖，安不抖，走，他们来了。安不抖，等到他们来。好，放到。来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好。嗯。搂到中间。搂着哈。嗯，你们看到我看不见了，我只管给你们伸到。啊，你伸到就是，伸到就是哈。嗯。咦，等会儿我这手换不开呀。手换不开啊？嗯，手换不开。换一下手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换嘛，我给伸到的。好。嗯。可以不？我这方过去了。可以了，我放手了。哦。好。有点高不？感觉。哇，好大，像站站着看上去像照镜子个。本来我想买投影仪的，投影仪3000多块钱买去，但是他们说3000多的效果又不好。嗯。而且我都没有安的有限制，以前时候我们就没想过买投影仪。哎呀，还是电视好看的。嗯。怕死烂啊，弄个死了还要清楚的。这次这个就这么大噻，哈哈，说楼底下个。不，这次你二天空了，你看电视，你也有近视，你坐在这里都看得清楚了。我那屏幕大嘛，人物画表现你就看得清。把卫生打整一下，还能蛮欣赏一下。哇，这个电视好大，好安逸。是哈儿嘛，看嘛，把电视安静看到都温馨点了，那更像一个家了。我从来没看到那么大的电视。现在好多家都买弄大的，哎，上山那边家在城头买套房子都买弄大的电视。我都没有看到过。你怎么就没事怎么就这样了噻？啊，想睡觉了吗？